很多的朋友都会问我说，如果已经怀孕了，还可不可以买团体健康保险或是个人健康保险？这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朋友，如果有考虑要有生小宝宝，一定要先准备好你的健康保险。但是如果您已经怀孕了，那我相信现在你能够选择的应该只有团体健康保险，或者是呢，跟政府来购买所谓的 AIM 的计划。当然，如果有更多其他的问题，欢迎您跟我们咨询联络。